大乔新皮肤十之七率来了。入场画面大家给几分？我一个不玩大乔的看了都心动，这没哪个女生不动心吧。蓝色动漫萌妹子身材颜值都拉满了。来看看特效，普攻释放蓝色纸鹤，命中出现蓝色波浪加秀智，很有想法呀、啊、这个秀啊。被动蓝色链条中间有绿色翡翠连接，很生动的特效。没出装机装一级人特效，出现一只巨大的鸟，应该是鹤。我看评论区很多人说像后羿的龙墨令，别说确实有点像。特效整体蓝色为主，里面细致小细节特别多。除了装机的一技能，里面的鸟变成了鱼，并且里面有很多纸片，里面图案很梦幻，看起来非常的舒服。二技能从底下飞出一只鸟，接着被纸片铺满，这个设计太绝了。随后都跟着鸟一起回去了，好舒服这个特效。除了装机的二技能前面特效不变，之后会变成一个绿色的宝石，上面还有很多特效。回去后时空之门也很好看，三技能出现纸飞机，图案里面有两只手，应该是孙子和鲁班的手吧。这个三技能好浪漫。大招漩涡之门，全屏幕蓝色特效，周围有四顶皇冠，里面的地面还有好多碎片和纸飞机。除了装进的大招大致特效差不多，仔细品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，尤其是刚释放的特效。移动虽然还是转圈圈，但却很美，毫无违和感。代替动作坐在武器上，回城特效大乔被锁住了，随后打破枷锁成功逃脱。大乔十之骑旅13号零点上线，首周1430点券。我记得网上好多人造谣说这款皮肤是至尊品质，现在属实是打脸了。这款皮肤满分10分，我给9分很不错，可惜我不玩辅助，不然绝对会买的。